议会开会前，基隆市长谢国梁特地上前拥抱连任八届的资深市议员，也是前基隆市议会议长张方立，祝贺他生日快乐。姐是议会最资深的议员，是前议长，那他提出来很多论述，我们都非常的重视，尤其他这几天有提到，针对于这个儿童及少年事务处孕期的妇女朋友。我们今天就开会再讨论了，那应该择期就会推出这样子的政策，并在编入在后续的预算里面，所以表示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视我们前议长这个张方立议员的这个公共论述上面的建议。啊，私底下他也算是我的这个前辈一样，给我很多指导，所以今天特别开心，祝他生日快乐，谢谢。而身为长辈以及政坛前辈的张方立，更曾经公开在议会称赞谢国梁是最清廉的市长，可见对谢国梁的肯定。因为自从他当选之后，就有好多朋友来告诉我说，他所看到的市长当中他属于是一个最清廉的一个市长。我是说，市长每一个都很清廉，但这是最清廉，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因为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同事说啊，你意思是说我们不清廉？我说不是这样子，我说人是有分等级的，有最跟次。至于如何看待市长和议长间的罢免事件呢？张方立强调，那是有心人见缝插针。我第一时间知道之后，我就赶快跟市长讲，我说赶快去处理这个问题，赶快去灭火，不然的话真的是因为很多事是不宜用这种手段呐，尤其基隆地方很小。丽姐有跟我讲所以我们马上都有跟议长在讨论，在解决这个问题。我说像这个是丽姐全程都知道，我们都有在推动这个。所以是丽姐居中协调。我有跟议长讲说，这个是后面人家是见缝插刺的，所以我们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有很多事情就最好你们那两个都打起来他们在后面看戏，所以。我们都不要去相信这些事情。随后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也到议事厅致赠三八妇女节著名的摩吉小礼盒给张方立，更贴心的加赠蛋糕为张方立祝寿。张前议长看我长大的，虽然他都不会老那么年轻，然后也祝福他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然后我一路给他照顾指导，我们一路都非常感恩，那他也随时给我很多意见，真的非常谢谢他，祝他生日快乐，谢谢。张方立也回赠拥抱，肯定童子伟担任议长的表现，也幽默回应发起罢免不是好事，因为基隆很小，大家都遇得到彼此。觉得罢免是最不好的一个示范，因为选举是非常辛苦，而且一届才4年呢，那你如果说再做一半要罢免那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尤其是。这个做民意代表是要替市民服务的如果不理想，也不是说用罢免来显示出说这个民意代表不好我是希望说最好是不要有这种动作这样子会伤和气尤其基隆市足细啦，无几条街啦，大家行路拢会烧灯不要说大家都是仇人，那这样子的话走路就很不安全了。谢谢。之后，议长童子伟也逐一致赠小礼物给女性市议员以及准备备询的市政府女性官员们。而经过市长谢国梁时，两人更是互相握手致意。罢免事件风波后，仍然相处融洽。我刚刚有公开说感谢议长的高度，谢谢，呼吁双方可以要和缓的解决这个事情。我非常谢谢议长回归市政讨论，有这样子的一个胸襟跟高度，非常谢谢议长，谢谢大家良性的互动，促进这个市政的运作嘛，好不好？所以彼此都释怀了。当然，我们这都很好。谢谢议长，我有卷入过吗？谢谢。我相信议长的善意跟高度，大家都收到了。谢谢。除了送给女性市议员以及官员外，童子伟也窝心的送妇女节小礼物给在现场辛苦采访的女性记者朋友们。
感谢大家的辛苦。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